取到这么大的一个优势。我这一发兵舰，兵舰直接往中路射去，中路过来，穿过的是 Benji 一个问号，怎么是穿过？后面是鬼步开启，如果想要硬追，又是一大堆人集结。不过我们开启大劫，但是一个壁咚，贝克已经倒下，开启大劫，贝克准备逃命，丢了一个斧头往右边逃走，不过被手指台阶给敲了起来，之后再一个战锤冲击往这边射了下去，贝克拿下了这个击杀 ，run 开一个前期这一波下半部的团战开启了一个2-1的开局。哇，这波最关键的话是 Rust Tiger 的下路其实来的时间比较快一点哦，甚至阴了一道，然后 Duke 在上路的话其实也没有跟到 Smap 的动向， Smap 还是非常开心的自己就跑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 Smap 是自己脚传送进场的，那 Duke 这个时候是用走的过来，其实在地图上的位置非常的远， Hager 直接被一个 Gorilla 的 Q 缓速缓到了，就算魔物大绝下去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哦。我是觉得这一波的话感觉是 SKT 这里没有算到，有三个位置没有算好，就包括上路这个第一点没有算到，然后再来是对面的下路来的速度，其实是 Becky 的眼位也没有真的侦测到。这小组赛都有赢过。这边的话之后其实压力会非常大。那个上吊拉开，龟兰在后面，在下来之后的加速，不过兵舰命中了，龟兰是后面远程的被的兵舰三秒的 CC， 不过后续其实是 Benji 想要先往左外面杀人，龟兰被留住一个柱子 ，Duke 顶起龟兰开启加速，最后一丝的血量是被特朗德给直接吸死，一个 buff。没有错，开了出来。因为 SKT 现在这个位置会退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Ben 完全被封住。哇，这一个上吊选择落在 Ben 身上，哇，这个位置选择硬绑绑到了 Ben， 后续 Ben 的伤害扣了一大波之后是被虚弱，硬咬硬换没有成功。倒下的是伊利斯，左半边的位置卡玛也是硬生被抓倒下，贝克必须交大来保护自己。不过 SKT 所有队友已经往前，贝克的闪现又一个 Q E combo， 直接把凯特给带走。维克特赶到，想要硬收贝克，看起来是在劫难逃。被波比给收掉了之后，后续欧拉夫想要硬拼，又被波比的硬冲锋给冲走。后续 SKT 三人成员想要硬拆打，成功往后撤退。这是一个维克特死亡事件，逼掉两个闪现，沃夫的位置有一点前面，原本用最后的魔力开启，坚定不移。不过已经没有魔力在冲了。在这个时间点的话，看一下球女有没有办法影响这一次的战局哦。目前还没有看到球女的位置，哇，他是被凯特琳封锁住了，没有办法下来。凯特琳开启了大绝，准备了往前硬冲，拼了在后面还在吃龙，前面是一个自打五。拼了说我要硬吃龙，不过学长妹妹已经被卖掉，拼了上吊，不过并没有任何锚点下来，就是落在了插上去的眼睛。哇，这个眼睛是把拼了给救了出来。对，但是这边很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到 Pina 还是成功的把第一条的火龙给收下来了，它是两条啦，这是两条是不是？哎，这上面是两条了。哦，第二条，不开玩笑，两条火龙了。哎，有两条了吗？这是还是 OP 上错了吗？我感觉应该是 OP 上错了。混沌风暴钻下去，变出了，就是直接把它给变死。我上半部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火龙，我记得前面好像没有太多开龙的画面。对，蛮强的。那我觉得他主要的问题还是说，当你就对面对线抢，直接绑中勾拉，依靠伤害搭配兵舰，直接由沃夫拿下人头，就让泰戈尔人没有办法往前进攻。我拿三条火龙跟你硬打八龙，而且其他让泰戈尔人也没有选择去守，他们有拼点了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吃，但他没有选择去，他们已经放掉，居然拿第三条的火龙，为24%的战斗力，运气有一点好。对，说裁判这个评审。这个旁边的这个球评都是我的人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好，但是韩国体系的队伍基本上都会玩。那现在看起来的话，就是上路 AD 角色有点太少。你如果打野就是固定选 AD 这样封的话，哇，欧拉夫来了，这可能要被留住一个斧头，已经吃到一种冲锋往右外面走，不过刚好被沃夫的绑给绑住，绽放站了起来，一个飞起之后，波比没有来到地板上，是直接在空中就死亡。只有差不多两条线路可以去走了，走上路其实会比较偏落单的情况，而且在逃跑的时候其实差距蛮远。这里硬开，时间算得非常的好哦。TP 来了，就左半边位置，在 Run Tiger 面前直接放了一个产能装置下来的 Duke 拆了一个柱子，不过直接被留了回去帮我拿下。拼了打走之后，这边看起来 Run Tiger 选择开启一波团战，左边 Duke 开启了天狗，这边是直接被锤走，大绝效果并没有在这个团战展现出来。哇，我拆一个，这一个开八龙。不得了、啊！这里我觉得是 SKT 失算的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 Rock Tiger 第一个，他没有去清下路的兵线，然后第二个是说他们吃了三条火龙之后，吃八龙的速度居然来得这么快。他们装备会满，不过火龙已经没有了，这伤害的程度让 Tiger 在后期一定会来得比较大。开慢看一下波比的大绝往前一锤，锤之后两个人这个团战看起来可以开的。看一下远古巨龙谁拿到？一咬，结果没有拿到远古巨龙，被你开起大绝，再拿掉远古巨龙，两个人硬打，哇，这个被他杀
伤害，直接把骷髅给杀掉，再拿下来一个卡玛，这是一个 double kill， 就快要再把凯特里给直接咬死，伊丽丝也跑不掉，又慢慢指下 Smap 一个人，虽然锤走了两个人，不过自己的四个队友都已经倒下了，这一波团战 Smap 已经要被留住，而且 SKT 准备要来笑纳这一场比赛。这边 Wolf 追只是在最好玩的，这个游戏应该是已经结束了，中路完全没有人在守的一个状况，现在 Smap 来追击这个 Banky， 完全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。这是 Faker 的团战秒掉了连大绝都没有开的骷髅，太关键了，这骷髅连大绝都没开出来，是维克的，是选雷兹就好了，选什么维克的，是雷兹被飞了。我觉得 Rocks 还有刚刚那个团战的处理其实做的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们等于是拆成了两边要进攻，有两个人是在这个远古巨龙后面想要用偷的方式，然后有三个人直接走河道过去被抓，所以这个团战是太一面倒了。你不会想到说好运姐会走在辅助位，好运姐的主要状况就是她的大绝非常痛，因为在出了这种穿透装之后，可是如果她没有装备的情况下开这个大绝就已经有什么用？我要看一下这场的对决怎么样。为了一个缓速去选这一支武器的话，听起来是有点奇怪。哇，三个人抓沃夫的闪现，在早期一分钟没了。好吧，我马上被打脸。我一说你为了缓速选一个 A 辅助没什么用，然后马上就抓了一个闪现，那就更少见的一个代打。这个点，哇，这个拦截进来就危险了，真的进来了。的话，对 SKT 赢了。对，这阵容其实有差的。我这边正要打吗？选择目标先往 Duke 打，布莱克丢了斧头之后说不对，不对，退了。这泰姆老师，这个今天是不是有点这个水肿的状态？这点有点肿肿。对对，这点好肿。哎，我是没有想到 Duke 直接用草炭，然后连闪现都不讲了。伽罗的这个榜来的快，就他可以有更多的反应。目前的四队，这已经到世界冠军的四支队伍来说，要躲伽罗，靠着多一点的敌人是有机会的。直接命中，开启大绝是弹幕的扫射，这是双 R 的技能，把五等的 Wolf 直接带走。这好狂哦！这是下面观众如雷的掌声。Wolf 中间穿过，武将龙鱼命中了 Peter 的，还是选择跟着队友往后拉，开始飞塔。下一波应该就可以把他给推掉。上半部的欧拉夫布雷克一露头，这个是沃明要脚踏车，哦，没错。哇，后面 TP 要来了，交闪现胡料龙鱼直接硬跟，交了冲造出来的 Ben 是成功逃走，不过沃夫就没这么好运了，还双 TP 下来，就是要拿沃夫这个头，直接往辅助这个点去打。哇，那这里 SKT 是血亏哦。啊，因为他这个上路换塔的情况下，其实也没有换你。他如果要死人的话，其实在下路应该就是。你下路的人就是硬留在那边，对，至少要拖一下时间这样。这波沃夫的人是直接越墙吃龙，不过吃龙的位置是 SKT 的眼睛，布雷克已经过来，这边想吃 TP 也要赶到，布雷克看到这个 TP 的位置，先吃龙之后选择开团，原本已经先来硬烧，直接烧死了 Faker， 要边到场的 Duke 往目标身上 Pray 硬敲后交大绝拉开，这个是没秒长期 carry 的。沃夫又没有闪现，已经倒下，没有拿下了 Double。一个402，大绝还没有缴，这一个等离子飞弹直接烧到了欧拉夫必须逃走的位置，右岸边 Duke 已经没有大绝，一挑三的状况，就算打出了被动也跑不掉。Pray 用着万箭齐发拿下了第四颗的人头数，哇，这是一个4-0的交换。对，这次的话是 Faker 直接被对。所以现在 SKT 开始开启了预示者，看起来是想帮助 Duke， 武将龙踢飞了进来要拿，就没有拿到，搭配的是勾瑞拉的弹幕，布雷克直接残血，后面 TP 准备来闪现要踢，没有踢到，就是武将龙鱼命中了 Duke， 反而是自己被留住 ，Pinot 正尴尬，这就玩的有点多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靠这个把对面的血量给打低了，至少是拿一个上塔回来，开 Q 惊人算是他的拿手绝技。就是可以在团战中调整位置，靠精准的时间点无敌且继续烧人。这边的话，巴龙一定要打完的，剩2600。这巴龙可以直接吃。看一下到底谁中到。布雷克要冲进来，不过直接被打死了。这个巴龙没得抢了，最后是 Faker 复活赶到，或者猫炸了下去。艾克进场直接把辅助 Gorilla 给带走。对 ，Gorilla 在右半边位置已经跑不掉，交闪现。不过 Faker 倒下，装置给留住。不过在留住之前 ，Pray 已经先把维克特带走，再拿下一个伊泽瑞尔死前带走两个人，剩下靠着队友。将近 ACE 的团战，四个人的倒下，剩下沃夫单人无法去支撑接下来推塔 Run Tiger 的攻势，感觉输出不是很够。你跟凯特琳凯特琳或者是我踢到了，直接进去一脚踹死了 Ben。哇，这全攻击装给你，直
接 Trice， 少了一个医者，少了 AD， AKD 这一场没得守了。中路的水晶兵是直接掉落，哇，又是靠有一些阵地的技能，哇，往前又踢到了，不过踢到拉夫里也上，不觉得不太对。混沌炸弹飞的目标是妹妹身上，不过开金人高塔已经先掉血了，进场队友看起来被直接被针对，太大局后面炸两个，想要硬收头往前敲。卡玛没有死，在最后是扛了一个盾之后，还是被杜哥给击杀。后续是 Faker 的追击，一个斧头命中，没有被留下，想要过热回去硬打，反而是被伊泽瑞尔搭配队友的伤害给直接收掉。SKT 这一波顺势反打，把刚刚在巴龙倒下四个人头顺利打了回来，是一波零换四的团战。这里 Pina 的看起来不太妙，我想躲晕眩，躲到之后再用一个晕，再躲掉吧。最后是靠着加罗的大姐硬流，然后也开始大姐，这样两个大姐要硬收 Pina 的 Pina 的选择是回头拖时间。对 SKT， 这个 Rock Tiger 这边，我右半边是 Faker 站起的 carry 位，不过高瑞拉要硬收头被留住。Faker 最后将闪现拉开位置，已经在拆家了，已经在拆家了。不过在上半部已经是开始拆家的双人组，用冰剑想要硬流，冰剑的位置有没有机会？四点五秒 TP 有没有机会？哇，天哪！哇，天哪！太准了！哇，这个 Rock Tiger 现在是拆掉了第一座塔，已经往前蓝包赶到硬烧了，往前一个虚空盾被下，不过后续的伤害还是很高，直接把加罗给带走。Rock Tiger 三个人要一逼，而且 Gorilla 是怎么单杀 Faker 的？ Duke 现在回来， Gorilla 是辅助把 Faker 给带走了。Faker 刚刚要回家的过程中是被 Gorilla 单杀了。Rock Tiger 怎么样来结束比赛？不断的在点塔，右半边的 Olaf 已经倒下， Duke 也没有机会守，直接被留住，最后选择直接向外转一敲，没有办法被 Double Kill 给收掉，不够去 Rock Tiger 1-1。这个结束游戏的方式也太狂了吧！